自从成为了美容编辑之后呢，我就更加腌尖了。我是说对护肤品和化妆品的要求都高了。今次想同大家介绍的是法国十大皮肤科医生处方畅销品牌之一，它叫 SVR， 它有超过50年的科研创新的了，那就用得更加有信心啦。我最近就很喜欢它的锁水保湿 BB cream 了，它有两个色通去配合亚洲人的肤色和需要，分别就是裸色和珍珠色，给大家看看颜色先。大家还可以混合两只色去配合自己的肤色。这款 BB cream 有 25% 的生理色溶水，可以100%渗入细胞，比起我们平时喷的温泉水所含有的保湿元素浓度是高出100倍的。我就最喜欢它有高的遮瑕度，可以平滑回肌肤的触感，看落好自然啊。加埋少少胭脂和唇膏就已经可以出门口了，开始我忙碌又充实的一日。就算出咗去成日都仲 keep 到个妆，真系抵赚啦！我最惊卸完妆咧，块面会掹掹紧噶。SVR 呢支保湿卸妆水就通过咗过敏测试，适合所有皮肤使用。佢可以彻底咁卸除眼妆啦、唇妆同面部彩妆，仲免冲洗添啊！用完嘅感觉咧就好清新、好舒服。它的高效锁水系列咧，仲有保湿 cream 噶，有轻盈和滋润两只质地拣，真系好贴心啊！底妆前又用得，我觉得夜晚开冷气口敷当 sleeping mask 都得噶，啱晒我呢啲缺水的皮肤啦。SVR 的配方已经得到超过40个国家的皮肤科医生认可，大家都试下啦。下次再同大家介绍更加多唔贵又好用的正嘢啦，拜拜。